江哥的剑姬无敌赤一剑，俺符号封了，打多粉能解封，爽啊爽啊，多封了，只做田野的狗开的厌世，这么喜欢当狗啊你们。我就想起来那个烧土，你们有没有人看过那个土，那个 牛奶还要不要那个土，舔狗土。应该有人看过吧。哦，又是对面的小袋啊，能不能送一下，太猛了，别杀了，跟我们这种钻一仔格格不入。爽啊，再走远一点，我差点我就死了，很好，那就敏锐的嗅觉，这个盐有点可惜。鱼章你不会杀不掉吧？还行，没问题。啊，我这炮车没吃到，好难受啊。为什么牛头来了？操！这打野牛逼，只能说牛逼牛逼，感觉他们来了。打不死，哎，玩不了呀，这样就被搞得玩不了。干嘛的？别想走走，别想走。啊！你怎么跑啊？该死，这么秀啊，这 Q 没伤害的 Q 闪呢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操，鱼伤的打断我，操，鱼伤拉满，这边一个一个送，舒服。好，鱼上又把他大毙了。稍微多一个会玩的游戏就简单。所以说每一步操作都经过了很多思考，这样才能上分。要不我就猜猜，你应该没拿，是不是被我猜对？拿外卖去吃饭去，等会儿就能。